从2007年开始呢，我父亲一直就是购买的沃尔沃设备。我们公司现在沃尔沃的保有量目前有23台左右。沃尔沃设备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，我们也非常信赖沃尔沃。从2007年开始，共计采购大约100台，主要用于实况的挖掘、装车以及破碎作业。沃尔沃在我的设备发生故障时提供了优质的服务解决方案，避免了设备的停机风险，保障设备能正常运转，非常的专业。我有一台沃尔沃360，当时工作达将近15000小时，回转减速箱发生过故障。沃尔沃经销商浙江溧阳了解到相关情况后，与沃尔沃再造车间经过协商，最后以非常优惠的价格给我们更换了一个回转减速箱的总成，帮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。之后沃尔沃还提出了预防性的更换配件的一个解决方案，就是在齿轮假如说10000小时可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，在9000小时提前给它更换掉，这样就避免了减速箱的损坏，然后减少了维修的成本，也大大的提高了我的机器的效率吧。对此我是感到非常满意的。沃尔沃除了常规的标准质保呢，还提供了关爱延保服务。因为我们的设备大多都在矿山作业，时间比较长，工作也比较的恶劣，有了这个延保服务呢，让我们用得更安心更省心一点。我们的工期都是比较紧张的，然后设备基本上是全天24小时不停地在干活。我记得在2016年的冬天，将近凌晨的时候吧，设备出现过故障，就是没有办法干活了。我们的驾驶员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打过一次400电话报修，毕竟也太晚了，就是也不能确定人家服务人员是不是能过来。我当时也跟驾驶员说，这么晚了你电话也不要打了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挂了电话没过几分钟，沃尔沃的服务工程师就跟我们的驾驶员两个人联系上了。了解过情况之后，他们大概1个小时不到吧，就已经赶到了我们的工地，很快的把我的设备维修好了。这个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。我们与沃尔沃合作已经有10几年了，有着很深的感情，也会一如既往的跟沃尔沃继续合作。最后祝沃尔沃品牌越来越响亮，生意越来越红火。